里面大概这护理人863跟864、哦、他们是夫妻的关系、哦、那他们在案外的活动的地点、哦、大概一个、哦、就是在1月13号11:30到12:15在桃园南门市场，1月16号11:40到12:35在桃园南门市场。那其他还有一些相关的轨迹我们现在在厘清中。那按865哈，按865他在哈在桃捷 A7 店的摩斯汉堡店上班，所以1月16号到1月18号好都在哈这个这家的一个桃捷 A7 店的摩斯汉堡哈。那整体详细的时间基本上他是上班的时间在那个地方哈，不过详细的几点到几点那这还需要再厘清。